开序幕的是由黄立禅老师所率领的禅鸣古筝团，他们演奏的第一个曲目是《春江花月夜》，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禅鸣古筝团 Alice 古筝Ensemble。禅鸣古筝团为我们演奏有很多首像天黑黑甜蜜蜜等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为我们组成的宝岛情怀组曲，再一次掌声欢迎他们。